穿内衣到垃圾。平时一到家，我就把内衣脱掉，就知道不喜欢穿内衣。解放。但冬天过了，你们知道冬天的好处就是不用穿内衣，只要穿上够厚的外套，到垃圾，买晚餐都 OK 啦。但春天到了，我还有小妙招，就女生头发可以遮住鸡突的部分。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安全感一点，还是可以穿小可爱。我有撞见过不穿胸罩去顶楼晒衣服的邻居，他完全鸡突，没有任何遮蔽，然后他看了我瞬间，然后我就，很多男生就说，哦，有些女生就没有内内，啊又没擦，那不是重点，会鸡突。